为着要提升观光旅馆的服务品质和水质，南投县的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嘛，伫南投县连办了六届的旅馆杯餐饮服务竞赛。今年也得到交通部观光局的协助，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比赛。这场真趣味又够有意义的服务比赛，也吸引到全台从事着服务的人员以及观光旅馆科学学生囡仔，拢总是104桌来报名挑战。今日凌晨是饭店的关业，服务人员上基本的功夫。不过，若要在五分钟内完成两张眠床，可能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就算每天都有在整理，也有加强训练，但是大家正式比赛，表现难免就会无啥理想。没有平常的那种水准，因为紧张。对，因为紧张。有没有信心？没有，没有。比平常怎么时间还比较赶，所以说有些可能会比较冲突。所以说没有做得很好，这样子。比赛场上除了比速度，也比整齐以外，另外一项的攀爬比赛，考验的就是专业人员的稳定度。这个盛大的场面，也让一些比赛选手拢相当紧张。就还是想要做完美的样子，然后去比赛，然后还其实心里还是会很小紧张，还要表现完美的自己，然后给大家看，然后给评审看，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。三、二。一年一度的旅馆杯餐饮服务比赛，在南投县已经连续办理第六届。不过今年是更加特别，因为在交通部观光局的协助之下，是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比赛。未来可以结合相关的餐饮以及我们的文创产品来扩大办理，相信可以带动我们台湾的整体的旅馆的一个服务品质。透过比赛的方式，能够让所有的第一线的从业人员，他有这种荣誉感。当他有了荣誉感，他在服务的过程里面，他就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协助我们所有的旅客。这次是我们跨县市、全国，而且有这么多的类别来参加，相信这个以后将是我们未来旅馆杯的一个重要性的指标。主办单位强调，小小的工课是提升服务品质的一大关键。要提升国内观光旅馆业的服务品质，就要为基层工作人员做起。透过这次的比赛，让参赛者会当互相观摩学习，借此嘛提升国内餐饮服务业的竞争力。记者王祖如曾报道。